养熊。好。过。就准备打，第二过，我擦边球，第三个过，我跑到后面去了，预备，开始，后退一点，好，再后退，好，过，我又跑到后面去了，过，我哇擦棒球，好，捡回来。又拿的给我，哼，我自己掉了。再玩一次哦。这是谁尿的啊？谁在那里尿尿？哈！我看我的小便球，哈哈，果然很难打到小便球，哈哈。小便球啊！一直走过来，小便球哇！小便球哇！五个都没有打到，我赢的。嗯，你要去捡回来啊！五个小便球你都没有打到，果然是不厉害的。哦，果然小便球不厉害，还打不到。丢了的。那既然小便球打不到，就来一个大便球啊！大便球。大便球。啊，大便球也没有打到。嗯。这样没有打到耶！我有那个，我有打到这个，我也有打到。哦，妈妈说要刷牙了。还没。再玩最后一次。好。好，那一颗拿来。妈妈，我再玩最后一次了。在垃圾桶那里。这次要打全垒打哦。你说那个？不是的，垃圾桶拿。你要拿垃圾桶来打。猴出，金球，哇！再一个全垒打，哇！噔，结束了，赶快把臭袜子收回来。请问这个吴欣怡选手今天打臭袜子的感觉怎么样？超爽的，对不对？改天还要再玩吗？要，我不用臭袜子。啊！别刷牙了。噔，拜拜喽。